来，今天又换个新地方爬山了。来爬布吉布萨，巨型的地方，登山口在那边，有楼梯，那边又有瀑布山水。哇，这边下大雨的时候，我们很难过咯。这个水，对，要过对面。避难，这边开始爬的地方，啊，避难的时候。这边落去，落去就是打不了。啊，拍照，拍照。进门口，到达登山口。哇，每一个有铁痕的高度的，60米啊，它是距离还是高度哦？距离吧。那80了，这样快。搞了搞了，到了到了。那刚才有人钓鱼，在这里钓鱼啊。嗯，刚才拿钓鱼钩在这钓，应该是在钓鱼。然后拍照也可以，这边。这边看很多人拍照，站在这边哈。无人会偷惊。420了，哇，火哦！哦，特地做的啊，那爬山的有这个东西的。嗯。有做啦，没有写出来了，他们有这个。没有写出来，距离距离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慢慢有吗？给。有猫吗？这边。应该写成过百了，你看，一开始就过百。刚过百步了。嗯。
把交给费同学。拜拜。不够。还没到。你坐呀。等我去地里呀，先不聊小宝啊。先拆哟，买老好了 ，OK 啊。OK 啊，九月八号欢迎你再来。啊，这里啊，不是。啊，长途，长途。哪里？多棍，多棍。哎，多棍有鱼呢，九月八号你能不能去？他好像有一个菜吗？哦。嗯。放流水。开始了，这什么了？准备了，心跳加速了。休息，早点啊！看出那边路吧。有。行。来。到顶啊！到底你这身板哦，刚要流汗就到顶了啊。要下要上啊，不然不够累。好像更容易了，那边容易。它没有坏啊，那路。啊，对对，这个柴火很火。啊，这边好好长一点喽。丁啊，简单很多，没有柴过比较简单，柴过的很滑。那柴要坏完了。嗯，越柴越滑。嗯，路已经平面去了。
到了到了到了，还有五分钟。没有这么标六分钟。哎，还有一个我朋友哎，在后面啊。这么标六分钟哎，四分钟哎，今天五分钟哎。应该啊，是完美的数字。喂，还有一个嘞，本来不是走第一个，那下面就最后一个了，搬家啊，爆胎了啊，没有看到了的。谢谢，有缘哈，你们。嗯。多参与。我们大山怎么办？来。今天老师站在中部。哈哈。去拿要到了，要到了。拍照喽，巨蟒树。三，哇，这样滑啊，这啊，来到那个巨蟒树了，打卡。哇，这棵树。到打那个牌了，拍照的地方，整整两公里哦，两公里到达。我看人翕够低的，哦，你咩一百无鱼啊？嗯，看了这张牌，这样快就断了啊！到了啊！嗯，到了，一起到了。你没有拍照哦！一起到了，已经到了，那就这样哦。来，就这样哦。来哟、哦，待个五分钟离开。哇，风有风有风，看看风景，没拍照了，没有，我拍风景吧，下次那边下，啊，对那边下，啊，不对。我身边还有很多人哦。哦，风景，这飞无人机也是美哦，只是没有360度啦。又滑又不能抓啊，那种给你的绝望。
走到这边都出来了，已经走完了2小时32分钟，真的是用了5.07公里啊，五公里。好，背包卡在上面。